是人还是怪还是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不重要，因为你们迟早也会慢慢忘记了自己是谁。到了那时，还不是跟我一样？只是可惜了这仙家宝贝。 你要去哪儿？不知道。那前辈，请问如何才能从这个迷宫暗道中出去？到了这里的，没有人能活着。既然你们没有做好死的准备，那么为什么还要进入无常界？我们是为了救人，还请前辈指引出路。可是。 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？看来这里，无论是动物还是人，都一样。这是自然。哦，你和桃物一样，都是提天的走狗而已。当然，我们还与那畜生交过手。嗯，你在哪里见过桃物？告诉你可以。 不过你得告诉我们，如何才能从这地下迷宫中走出去。想当年，我就是为了收复这四头上古魔兽才来到这里。如今这四兽中除了饕餮下落不明，就只有桃物还没收到我手下。看来当真是苍天有眼，让我20年的苦心没有白费。<笑> 这要是砸到，就成肉饼饼了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我们要怎么过去？那桃物虽然狂妄，但是道行的确在混沌之上，混沌不是桃物的对手。但是你看，那独臂大叔一脸笃定的样子，他肯定有后手。 曾经听师公说过，创立在西域沙漠之中，同属四大仙门之一的神兽圣教中的传人，不就善于与神魔古兽为伍吗？那他估计就是其中一员。怎么走想好了吗？桃物身后有结界，独臂人肯定还有后手。
等他出手，我就趁机绕。你这般看我做什么？你不看我，怎么知道我在看你？你啊！兽神符，他果真是西域神兽圣教中的传人。穿越时空，留存至今的远古魔兽啊！这里有你渴望已久的血肉，鲜血为媒，召唤你，来吧，武器！